我曾经有在法国去买包的时候，有人就带了一把现金，就拜托我说可不可以进去帮他买个包。嗯，然后就因为他们已经买到不让他买了，他会认脸，不然的话他就是认你的哎那个对，他是真的是拿钱，甚至还说你我如果帮他买，他还给我一点钱。可能我什么不那时候胆子，我那时候会害怕，那时候不懂，就觉得不敢买，不敢买。因为甚至他们用那个信用卡在刷，他们也会记录你的信用卡号码。对，所以他才会拿现金给你，请你帮忙。对，他真的是拿一把现金给我。那这种要到底要不要？对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懂。这个其实看人啊，真的，这他这个不是说真的是要不是什么诈骗集团，不是啦，是他已经他的脸，人家是要死不卖他。但在那个当下，我应该也不敢哎。对啊，我是怕，我是不敢。现在最好不要，因为现在如果是诈骗怎么办？我觉得诈骗蛮多。对啊，他可能给你的是假钞。对啊，什么的。要代购做起来也不简单，就像 H 先生讲，一开始不能跟你买太多嘛。我曾经有在法国去买包的时候，有人就带了一把现金，就拜托我说可不可以进去帮他买个包。嗯，然后就因为他们已经买到不让他买了，他会认脸，不然的话他就是认你的哎那个对，他是我护照，对，他是真的是拿钱，甚至还说你我如果帮他买，他还给我一点钱。可能我什么不我那时候胆子，我那时候会害怕，那时候不懂，就觉得不敢买，不敢买。因为甚至他们用那个信用卡在刷，他们也会记录你的信用卡号码。对，所以他才会拿现金给你，请你帮忙。对，他真的是拿一把现金给我。那这种要到底要不要？对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懂。这个其实看人啊，真的，他这个不是说真的是要害你，不是什么诈骗集团，不是啦，是他已经他的脸，人家是要死不卖他。但在那个当下，我应该也不敢哎。对啊，我是怕，我是不敢。现在最好不要，因为现在如果是诈骗怎么办？我觉得诈骗蛮多。对啊，他可能给你的是假钞，对，什么的，给你假钞，然后你刷你自己的卡，也有可能啊。那 H 先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一些商品呢？大家会觉得在网络上很难卖，可是到你们手上却一块小蛋糕。对，像我们其实之前有一次，我们卖钻石，那我们特别飞到越南的钻石工厂里面去，然后在里面做直播做销售。那因为我们已经当下已经在那边了。然后也给大家看说，钻石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怎么样切，怎么样，然后还放大镜、什么显微镜去看，那也让他们有比较有信心呐、啊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卖的记录是一克拉的二十几万，我们卖了100多颗。你扣了20几万啊！这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直接要从源头端。可是它有一些认证或什么，对，但是一定有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你扣了才20几万，我现在可以看着直播吗？真的，所以我们要，对，我们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还有可以去太太，有折扣吗？对，我们还可以打折。对，那我们也有卖，那时候那一档一克拉20几万的卖了100多颗，然后我们有尝试卖100多万的。也有卖出去，100多万的钻石，所以看台湾人实力，对，消费能力，而且那是在疫情的那时候，所以其实疫情对台湾来讲的消费其实也还，不是你都待在家里，你就只能买东西啊，你又出不去，就每天在那划划划划划就进来，然后就寄过来，对，而且人就想说人生都要 ending 了，那不如买一些开心的东西吧。那你有碰过就是最夸张的退货理由是什么？这真的千奇百怪。因为像什么我今天生病要付医药费啊，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分手了啦，啊，或者是说什么？这个我接受好吗？你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很伤心哎，对啊，挺伤心的，本来送女朋友，对哦，对啊，就是真的很，也有那个像什么小孩子怎么样什么的啊，我要去一笔钱要付的小孩子，得肠病毒啊之类的，对对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。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。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。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，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。
快乐，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